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？那未来五年你的计划是？伦敦有多少个红绿灯？你故意找茬是吧？喂，妈。妹妹到我这儿。你能接受一个疯子姐姐吗？都几点了还不起床？是猪吗？答案是不能。衣服跟麻布似的，给你扔了。你让我穿什么？光着。你朋友吵架，我得去劝劝。他们吵架关你什么？我那是我的朋友，我的事不是你管。姐、啊，我明天要面试，你帮我看看简历呗。别拿这种垃圾浪费我时间。等会儿，你皮肤又暗又油的，明天怎么面试？喏，用这个片仔癀牌血气无瑕润白泥膜吧，它是44年经典国货品牌，里面的高磷脂成分能很好的清洁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污垢，冰淇淋的质地，油润好推开，上脸不拔干。真的哎姐，我笑起来不觉得紧绷。当然了，这款大白泥面膜里面还有5种中式草本精髓，起到滋润保湿的作用，才能称为微笑大白泥。敷着做表情，不会干裂脱落。里面还含有高磷脂成分和美白成分烟酰胺，清洁力在线的同时，用完皮肤又透又亮，持证上等的就是 Max。谢谢，不谢。记得定期清洁，坚持使用，还你一镜到底润白有光的皮肤。姐，那明天面试你会陪我去吗？不去，怕丢人。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社会经验不足，缺乏沟通技巧，但我学习能力强，会努力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的。那你未来5年有什么规划吗？如果问你未来计划，就记住万能公式，尊重公司制度加个人意愿。姐，我听不懂。你就说我希望按公司的管理思路发展，努力胜任更高职位。简历都写不好，笨死了。你凭什么扔我衣服？给新买的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和好了，以后别联系了。社会上有很多潜规则，与你无关的矛盾不要去挑，他们只是吵架又不是绝交，心两边都得罪了。不过你是我妹妹，他们凭什么骂你？我给你骂回去。虽然我姐很讨人厌，但她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姐，成为替我撑腰的人。